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玛丽，今麦搁伫个高雄，今日的任务就是三明区 explore 几工，今麦就开始 go。OK， 就来吃香的蚵仁咯，了吃蚵仁，但是伊嘛是有关东煮的，香的甲煮的拢有哦。吃蚵仁，香香的。外口切切，内底 QQ 的安尼，有咧鱼仔的味，这个焦香焦香的，好食的。顶管有咸滴咸滴的调味，现在关东煮蚵仁。就是蚵仁的味，我不来了。这个是甜不辣，其实叫蚵仁嘛 ，OK。高雄人讲吼，叫蚵仁，因为伊看起来敢那蚵仁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咦咦耶，因高雄人拢统称这个蚵仁的，所以我讲食蚵仁，蚵仁是 OK 的。要食二油，等一下这个台语发音有点难呢，二油啊，不能要了。二油啊，来喽，二油要来哦。我已经快要讲不出来了。生地生地啊，是不是很解暑？还不错。也是二油也没什么比耶。来复习一下爱乐台语。二油。吃米咯，吃米，头家好，蒜头米色。哎，一卖。哦，内底有足济油葱诶，葱啊，加豆芽菜。哇，你看我咬那么久都咬不断。所以它是嚼劲，对不对？有一点点，其实调味就是有一点点臭诶。就有点像傻瓜干面。有像傻瓜干面。哎，等下大家知道什么是傻瓜干面吗？大家都知道吗？其实我是介意吃傻瓜干面的，所以我嘛介意蒜头米。好吃，这个很香。其他人家都加这个。哇哦，香酒哎，我今晚不爱加，我怕回不了头哎，我唔敢加香哎。这个是什么汤？鱼汁汤，这个叫馄饨，然后这个叫布拉巴。布拉巴。好，骨头旁边的碎肉。哦。这个叫做布拉巴。布拉巴。耶，加馄饨。我贵的话姐姐180块，你够吧？谢啦。多谢头家，今天好食啊！好，继续来。今麦来散步一下，来山凤宫。从白天走到夜晚，没有，无啦，这个还要来看阿妈。山凤中街，高雄版本的梨花街安呢，快点就是入去散步消化一下。这条路内底拢是干货的味，加上一点仔海产的味。干货就是海产啊。对，干货就是海产，你讲对了，我讲了一句废话。好嘞，我们走到底了。现在就要去继续吃 Go。 今天好像是落雨天的关系，所以很多店都没开耶。现在就看到什么吃什么，吃冷热饮。 OK， 八宝冰就是很适合这个高雄的热的天气的地方。八宝冰就是这样，里面什么料都有，看到什么都不奇怪。这个就是烧麻糍，你可以点乌麻粉，还可以点这个土豆粉。乌麻糍差不多，肉很好吃。华氏街的肉也大鱼。现在已经吃到第四间了，但是已经饱了。这次来三明街 explore 有很多老店都没开，所以就后次有机会再来咯。这条街实在超厉害，一天 explore 不完，后次继续 explore 有的没的，后次见，拜拜。